也可以做到这一点。然后有时候他不太对其对你的其实他不太了解，所以我一直有争论。他因为这个都是争论，也是你的修学角度，你以你的方式开悟，他以他的，他有时候是他写出破相，但是芥蒂上不代表你不能说服他，说他，他有时候他说哎，你找这些相了，你就说，既然这个相是色阔波的，是虚幻的，我为什么不能找？也可以，不是你这样说，你就比他又近了一步，你就站在那真空生妙有的状态说，那你就把他。你才能说服他，就说你的芥蒂必须比他高一步。如果是你说，哎，我没找你去辩论，那毫无意义，是吧？梦幻，既然一切是梦，我找不找又怎么样？毕竟空，我为什么不找？我找了，我就一定要做出一个红被子来。毕竟空嘛，我心中无挂，就心不挂碍就行，是吧？心无挂碍就可以了嘛。但是我为什么不找这个相？我找了，我就喜欢他，我不拿别的，我就拿他。喝水，难道你认为我就要着相吗？我心无挂碍，但是你看不出来。但是你如果是站在这个角度跟他谈，他就会往上提一下，是吧？他就在破相的过程中，他就马上就回到有的状态去理解空性了。但如果你说我没着或者什么，但是你这就是，如果你们有争执，说明在修正上有些东西在这点，你只是以你的方式，他以他的方式。他是很希望别人接纳他的东西的，只是在一个他欢喜就挺好，因为他有一段时间他的心如死灰的那种，心里边默默的对什么也生不起热情的兴趣。如果能够这个寺院能够这个师法能给予他这些的话，不管他是世俗的还是出世的，先暂时是还行吧。但是他一定要自己知道这些，这不是成道，不是这样。他的芥蒂上要对，芥蒂上不对的话，怎么做都没意义，对他。像您刚才提的这个建议，就是先预备期，我觉得很难。那如果做不到就随缘。因为对，他师父自己一直在。就戒了，就把他头发给剃了。如果他欢喜的话，去吧。哎，那还有啥呢？出家对他现在并不难，回到红尘才难。他不想回来，回不来，不想回来那就出去吧，是另一个红尘，去另一个红尘体验一下。寺院的红尘，寺院的红尘，对，空花佛寺了。他也了解这些，但是他觉得他是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。其实有些事。我们也知道，就是有些随和你欲望，你这一颗欲望需要啥，那时候我就会想，哎，你去做那些事可能会舒服一点，也不误你修行。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时间真的是太少了，这一生，我们也就再有三四十年，也就他也几十岁了，快五十多了，六十，那也就四五十年的，因为我们的求到的是有时候。告诉你，你这样做行或者不行，只是如果是说从老人师傅的角度给你选的话，只是觉得你不要浪费时间，知道吗？其实因为我们成道的时间短，我们要是能活个三四千年，什么事都可以体验一下，出家体验上几十年，在家体验上几十年，我们每个时空都体验一下，那成道也快啊，也就那样了嘛。但是有时候有些事可做，有时候不，只是说你这样可能会走一些弯路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也许有时候这样走是最适合他习气的一个，最适合他当时的心态的一个选择，就是他的心态就是觉得这样选择我会很欢喜。但是欢喜不重要，不欢喜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时候你要确定你的芥蒂在什么状态，你的知见里，就说你这一生其实对他来说目前做什么还不是随顺了他的心愿。他在红尘中玩企业玩公司，哎，在红尘中在做所有的还不是按照他的想法来了。他现在不红尘玩都不想玩了，他想修行了，好，有个寺院来了，还让他当个方丈去管管，哎，他觉得也挺美的。他一直是按照他的意愿在走，每一件事都是满足了他的意愿他才做，是不是？
不满足他的意愿，他不做，知道吧？他不会，因为他不会，所以一直是随心所欲，包括出家都是。所以这个我不是说不让他出家，出家我随喜，因为这个出家是披着袈裟是有功德的，你讲说一生啊。但是我一定要，他一定要搞清楚他是不是在随心所欲，是不是这个出家这个状态，包括持法者对全寺院僧人去肯定他的一个才华，这些事情让他感觉到他很欢喜，让他感觉到他受了重视，让他感觉到他是有还有在这个世界有存在的价值，那种价值感、成就感，还有那种东西是不是还在那儿？如果在那儿，这是个圈套，他又随心所欲了。我告诉你，又受了他的欢喜了。他想逃避红尘的时候，有寺院跑了。他想出他永远不是为了成道在做，为了他的欲望在做，为了满足那一刻他的欢喜在做。他永远是满足了自我的东西，在为满足自我在做。永远没有可能停下脚步来，如如不动的顶天立地站在那儿，去承担什么，是吧？大菩萨、大丈夫，不是一个人剃了头发都叫大丈夫的。剃头那一刻，剃的担当这个世界众生的苦难，把众生从轮回中救度出来，而且要了去成道。这个世界多难的事，只要是有利于成道的，我就这样做，而且越快越好。如果上刀山下火海，我能成道的话，我就上刀山下火海，因为。那条平坦大道虽然很好走，但是它需要50年，那么上刀山下火海需要20年，那么我选择20年的，因为快。因为如果你成道了还要50年，你到成了到你100岁了，你快涅槃了，众生跟你有缘的众生早就轮回，早就下一辈子又来了，是吧？有缘的众生都死了，说句老实话，你渡谁去啊，是吧？如果是说上刀山下火海走这条路很近，而且你20年就能成道，20年成道以后你可以救度很多人的话，大菩萨一定选择这条路，是不是？那条路是个慢慢的很舒服的一条路，没问题，慢慢来啊，一路赏金月花，就是游逛着看着风景赏着花，我可以成道50年，需要这一条路很苦，需要20年，可以缩短时间，因为它所有的都，但是你不会死，你考虑考虑这个上刀山，你当然你也得考虑。我在这20年的修道过程中，凭我的力量，我不会死掉。哎，但是呢，我会受点苦，受点伤，那没关系，那就选择这20年。这叫担当，知道吧？这叫大丈夫心，这叫大雄，大丈夫。这条路算什么？大菩萨一定是这样走的。他又选了一条稳妥的、舒服的、很欢喜的路。很满足欲望的嘛，但是这条路不代表不好。我一直跟大家说，现代出家真的好舒服啊！我告诉你，舒服，可以出家，披上袈裟，一往这儿坐就是师父，不用你修了。你只要袈裟一着身，一往这儿坐，众生就开始礼拜，然后你满足了所有的虚荣心，所有的满足，你不 OK？可以差不多了，在家居士尤其顶礼呀、啊。然后你离清去慢慢也可以了，因为陶醉在那种虚荣里边，其他的也没那么重要了，虚荣心蛮重要的、啊、成就感蛮重要的。大家顶礼师父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像了，觉得哎呀越长越圆满了，越想越佛了，是吧？嗯，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啊，但是一定要觉照到这一点。当这个世界人诽谤你的时候，说你不像的时候，说你很差劲儿的时候，你自己没有觉得利用价值跟成就感的时候，就像傻子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你觉得道是否跟你同在？你相信佛说你就是佛吗？你相信佛说道足处不在吗？那才是成道啊！你只有坐在寺院，坐在披上袈裟，坐在那儿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你是佛啊！你在街上全世界人不理你骂你呸唾你的时候，佛就不在那儿了，那肯定不是，告诉是吧？寂寞孤独的时候佛就不在了，道就不在了，你最起码见底是这样吧，是吧？道永远跟你同在，佛永远跟你同在，你怎么能失去佛性呢，是吧？下地狱入天堂你怎么能佛就不在呢？佛一直在啊，你出不出来是你的事啊，选择怎么样做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想法。
他在怎么想，他用什么样的芥蒂去思考这些问题。出家弘法也容易啊，就像他有一些才华的话，我相信很快他可以，就像很多法师可以管理十个寺院，因为他在红尘中历过，那他的智慧管十个寺院也易如反掌，拿网络一连，这是管理的井井有条的。十个寺院，空花佛是做的一个接一个，有条不紊做，是吧？寺院管理者挺好，如果是真的，如果他能成道的话，这个也没问题。众生也是需要一些模式的形式的，寺院的很多出家人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啊，良好的制度啊，还有一些东西来修行的，也是菩萨道啊，但是一定自己怎么想，你出家为了什么？你要出家是为了占山头，为了管十个寺院的话，那就挺麻烦的。我相信他不是，他心里他肯定见地上不是，但是他的快乐建立在这上，否则他不快乐，他见地上不会承认的。他说我不在意，我不快乐也行啊，我就不快乐。但是我们觉照到没，你的快乐一直在什么上面？